贷款，实际上是要解决这些劳工的问题，事实上是要处理他们没有办法逼资本家付他们该付的退休金，付他们该付的资遣费。明明就是资本家的错，只是政府帮资本家擦屁股，现在15年后却要追这些50、60岁70、80岁的工人，说是工人欠债。劳委会根本就把15年前的政策完完全全的倒转。我们要进去协商，大会说今天没有协商的空间，不接受，不接我们曾经代表，把我们所有自救会的会长在外面等，他拒绝接见。当时就是一个就业促进的贷款，所以他不是代位酋长，所以依照契约，他在这个贷款之后第二年开始要分5年60期偿还，那么从86年12月开始起算，15年的时效已经快要到了，所以我们要执行这个国家的债权。所有的贷款一共1105户，那么有480户已经偿还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体谅大家的这个处境哦。所以呢，将来他们接到这个支付命令之后，可以向法院申请异议，然后呢，在法庭上他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期待跟主张。那我们委请的律师会跟他们进行这个调解或者和解。那如果实在是这个生活困难，没有还款的能力，那么这个依法律程序呢，劳委会取得这个债权凭证就可以依法结案。那么如果他们有这个工作的需求，我们会陆续继续以往的服务来协助他们就业。那其中有24户这个社会福利的身份的劳工呢，我跟社政单位也取得联系。陆续会来协助他们，前天我们有去拜访11户，所以未来陆续就他们的需求来做进一步转介给社政单位做辅导。劳委会诸位，是行政院开会，现在跟院长们开会，所以等一下等待，行政院长，这里不是，行政院长，人员都不见，来。最后一件事情可以，政府定位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方案。来口号啊！湖南政府欠工人，湖南政府欠工人，白单讨债不要脸，白单讨债不要脸，湖南政府欠工人，湖南政府欠工人，白单讨债不要脸，白单讨债不要脸。需要你们的牛粪，需要你们的牛粪，等会一定要自己收拾好，不要污染的路面。政府逼债逼死。政府逼债逼死，绝食卧轨没有死，绝食卧轨没有死。政府逼债逼死，政府逼债逼死。湖南政府欠工人，湖南政府欠工人。工作一辈子，到现在这个年纪，退休金资遣费没拿到，扣的是老人年纪过日子，最后还是要向他逼债。
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行政院，我们请这样的北北，88岁的北北，为台湾奉献一辈子的人，做了那么久工作的人，领不到退休金的人，最后债务竟然是向他们要，最后还要求他们接受执行局的信任，找到工作再慢慢的还，这样的对待是非常非常可恶而且不人道的政府。湖南政府欠工人，湖南政府欠工人，还敢讨债不要脸，还敢讨债不要脸。那个北北讲说，希望行政院好好的处理，好好的办。他在这里工作20几年，从年轻一直为这国家奉献，到最后退休金之前会完全没有，还要负债负的一生。